你听过最恐怖的声音是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绝大多数人听到的声音都是来源于我们的周围，而宇宙中的恒星、行星、黑洞，甚至是星系不计其数。它们的声音究竟有多恐怖？为何听了会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呢？科学家们是如何记录这些天体的声音呢？今天我们收集了行星、恒星、黑洞以及宇宙深处最古老的声音。大家好，欢迎来到百科片场。根据大爆炸理论，宇宙诞生于138亿年前，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处于不断运动和发展中。人类之所以能逐渐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要归功于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和各种太空望远镜与先进的深空探测器。我们能够欣赏到宇宙中雄伟壮丽的图像，这一张张震撼人心的图像一次次刷新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但声音呢？事实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宇宙深空美景，还可以聆听宇宙天体的声音，特别是星系高速旋转、超新星爆发和黑洞等因素所产生。在我们聆听这些宇宙音频片段之前，需要了解宇宙中的声音是如何被科学家们捕获的。很多人都知道，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而真空中并没有传播声音的介质，至少不能像在地球上这样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声音。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时，似乎整个宇宙都是平静祥和的，但事实上宇宙中的物质不断的在运动，声音无处不在，危险也无处不在，因为宇宙中充满了我们看不到和听不到的各种不同的波。但科学家们通过先进的太空望远镜和深空探测器捕捉到了它，其中包括无线电波与引力波、微波和射线波等等。因此科学家们是通过这些方式记录行星和恒星以及黑洞的相关数据信息，并转换成人们能听到的声音。今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体验宇宙中五种不同的声音，去感受浩瀚宇宙的奥秘。在太阳系八大行星当中，土星是最具有特征的星球，它美丽的光环引人注目。土星自转一周为10小时33分38秒，这颗距离地球15亿公里远的气态行星声音让人听了不寒而栗。1997年10月，卡西尼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开启了长达20年的太空之旅。当卡西尼号探测器近距离飞越土星时，探测器上专门收集声音的无线电和等离子波等仪器设备记录下了这些数据，并传回了地球。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下土星的声音。在宇宙中，恒星的数量不计其数，太阳只是其中的一个。这颗炽热的等离子体有着太多的未知。多年以来，许多探测器都研究过太阳，但其中与太阳亲密接触的只有帕克太阳探测器。它是第一个成功穿越了日冕层的飞行器，也是人类史上飞行速度最快的人造物体。2023年8月21日，帕克太阳探测器在借助了金星的重力辅助后，速度高达每秒176公里。它曾多次记录了太阳的相关数据并传回地球。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一下来自太阳的声音。宇宙中最神秘也是最恐怖的天体，就是超大质量黑洞。
他强大的引力连光都无法逃脱。这种可怕天体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2022年8月， NASA 发布了来自英仙座黑洞的声音。这段音波来自于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事实上，星系团存在大量气体，黑洞发出的压力波能在星团中引起涟漪，因此 NASA 提取到了英仙座星系团中黑洞释放出的压力波，并转换成我们能听到的声波频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段黑洞如恶魔咆哮般的声音。在人类太空探索的历程中，飞行时间最长、飞行距离最远且还在保持联系的深空探测器是旅行者一号。2003年，它在进入日球层的终止激波时，记录并传回了星际空间的声音。最后的声音是来自130亿年前的宇宙深处，它是宇宙诞生初期的原始声音，是宇宙大爆炸时发生的一种波动，科学家将其称为宇宙大爆炸的余音。10年前，欧航局的普朗克太空望远镜记录了宇宙最初的声音。尽管人类科技日新月异，但想要揭开宇宙的所有奥秘，或许需要无限漫长的时间。那么你认为以上五种宇宙声音哪个最恐怖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不见不散。